众所周知，我身边这些是光子新增的硬糖少女303皮肤。嗯，哇，太好看了，好喜欢啊！真梦幻。这些皮肤可不是免费给你们的，你们要自己想办法赢取。哦。这个时候你们知道同仇敌忾了。好，我一个人 PK 你们四个。蔡蔡老师，那我们就用最简单的方式，石头剪刀布怎么样？没错，我们四个轮流和你玩，一局定胜负。怎么感觉我很吃亏啊？怎么，蔡蔡老师你不敢啊？切，老师我还会怕你们几个学生不成？来就来。那好，我先来。莎莎，蔡蔡老师，不就石头剪刀布吗？你们失衡也太久了吧。石头剪刀布，石头剪刀布。耶，我赢了。莎莎不错呀，下一个我来。石头剪刀布。耶，我也有一个硬糖皮肤了。蔡蔡老师该我了。石头剪刀布，石头剪刀布。哈哈，我赢了。蔡蔡老师你又输了，就剩一个皮肤了，我看也没有比的必要了，就给我吧。不行，这是我的。蔡蔡老师你想得美。哎，美丽，你帅了，你给我站住。大帅快，你们三个帮我拦住蔡蔡老师。大帅，你们三个给我让开。哼，既然你们不讲理，那就别怪我不客气了。你们看看这是什么。哎呀，不好，快跑啊！套路我门都没有。点击下方狗粮视频关注一下呗。假如身上的肉可以换变身机会。老板，你这黑板上写的真的假的？老板，我们的身上的肉真的能换变身机会？嗯，没错，只要你身上的肉多，想变成什么超级英雄都可以。哇，正好我最近长胖了，老板，我想要变身灭霸。灭霸得用五斤肉，就用脸上的肉吧。哇，我是世界上最美的灭霸。该我了，老板，我要变成绿巨人。绿巨人得六斤肉，六斤肉也不多，就用我肚子上的肉吧。没问题。哇，我是世界上最瘦的绿巨人。小伙子，你要变成什么超级英雄啊？老板，不瞒你说，我小时候有一个守护地球的梦，我想变成奥特曼。奥特曼可是我们店最贵的，你确定就要奥特曼？确定。那好，四十斤肉。啊，我怎么感觉自己轻飘飘的？这还怎么当奥特曼保护地球啊？老板，你还我的肉。不好意思，协议已生成，无法退还。美丽这是怎么了？这孩子学习学傻了。点击下方狗粮视频关注一下呗。